阵容冇，阵容呢度，阵容楼上呢度下边，阵容呢边，正中，我哋喺度啦，下边呢度，咁就揾到我將我喺我嘅，係。好亂嘅，其實個人，我而家都仲講開，好似發緊場。咁係好開心嘅，即係見到每一個我身邊最好嘅朋友、我伙伴，全部都攞曬獎，包都冇。呢一樣係好激動。咁同埋啱啱自弟自後最喜歡嘅男角色，我哋三個就係孟協、顛奴。我哋三件合由踩過界到而家，能夠一齊去攞呢幾個獎，我覺得係好開心。同埋要多謝反黑路嘅教練、監製劉志華同埋編審 Benny， 多謝成個團隊每一個人，即係先至可以造就到一個咁好成績嘅一個劇集出嚟。好希望來年有機會再拍更加多好嘅劇集。